1988年定制版凯迪拉克，长7米左右，宽1.9英米，车标、天线、腰线、钥匙、内饰、头枕、刺绣都是镀金材质，车标上印有特朗普定制标志，车内用的是意大利顶级小牛皮，木质装饰均为紫檀木，另外还有镀金装饰、羊毛地毯、吧台、按键式饮水机、传真机、车载文件粉碎机、三部车载电话、保险箱、电视、录像机、氛围灯、隔屏、私密窗帘，车门内侧木箱里是手动小桌板，当年特朗普定制两辆，他自己一辆，送给父亲一辆。特朗普当年的座驾只行驶了 2.57 万公里，后来被人花7万多美元收入囊中，目前停在伊利诺伊州沃洛汽车博物馆。